我们现在要用恰是你的温柔这首歌来做 F 调的指法练习。那我会弹三次，第一次就仔细听，然后边听边唱，然后手手跟着按。第二次我会弹主旋律，然后你就跟着吹。第三次我只会弹伴奏，那你就试着自己吹看看。那我们现在就做第一次的练习，预备拍四拍，三来。我们要做第二次的练习，那就跟着吹，一样会有四拍预备拍哈，来准备哈。那我们现在做第三次的练习，那我只会弹伴奏，那你们就试着自己吹看看，一样四拍预备拍，准备哦。
第三次的练习，那就再自己多练几次，让这个指法再熟悉一点。这个就是我线上课程的课后教学影片，那想找我上课的现在也有线上教学咯，欢迎各位来找我报名上课。那喜欢我影片的谢谢你们，然后记得加入我的 YouTube， 点个赞，分享，打开小铃铛。